车怎么还不来呀？大姐，你结婚了吧？小孩多大了？我结了，小孩10岁了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看你这个身材呀，跟我以前差不多。我也是挺胖的，就产后肥。但是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有产后肥啊？那是因为我现在会穿衣打扮啊，你这样穿可不合适哦。刚好我这里啊有一条我上这个同款的连衣裙，给你试试，你就知道不一样了。哎，不太好吧？还是不要了。你相信我，这个裙子啊可好穿了，又显瘦又遮肉，试试吧。那行吧。你看这样穿多合适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这没穿之前啊，我还不相信呢。这穿上以后，确实啊，小蛮腰都有了，我这大肚子大胯胯也全能遮起来。还有啊，这个小斗篷都显得我肩窄了。是啊，我们这个裙子的版型啊，就是针对这种胖妹去设置的。这样，既然你穿得很好看，你帮我打个广告啊，这个裙子我就送给你了。哎，不好吧？这一看就很贵。贵啥呀？才79块钱，老便宜了。啊，那谢谢你啊，今天。